天后人妻谢安琪自从同张继聪结咗婚之后，就生咗一对好可爱嘅仔女。拥有幸福家庭嘅佢，除咗生女嘅时候停工之外，一直都好专注音乐事业。一年几前就被 Juno 收归旗下，而阿 K 喺新公司嘅打造之下，由贴地女神化身成为型格天后，主力出碟、开演唱会之外咧，因为形象独特，亦都成为各大服装品牌同埋护肤品牌嘅代言人啦。而属于完美主义嘅 K， 除咗要工作表现超水准之外，对于自身嘅要求亦都好高。因为怀孕嘅关系，体重曾经高达130磅，令原本系34D级女神嘅佢，上围变得更加澎湃。但系卸货之后，签咗新公司，接纳咗 Juno 嘅提议，凭住无敌意志力，用自然减肥法瘦身，成功喺一年之内减去30磅肥肉。而最近忙于宣传新歌《其实寂寞》嘅阿 K 咧，日前就单拖出现喺中环，见到佢零化妆，着住贴身激突黑色 DV 上衣，衬白贴灰色长裙，打扮简约得嚟，又好有品味。而喺等过马路狂揿电话嘅同时，周围嘅男途人都眼金金，夹到实，咁索男女都夹啦。而据知阿 K 同埋 Juno 有一首合唱歌《暴烈34》，已经拍咗一个超激嘅 MV， 有几激，我哋真系要拭目以待啦。